最近刘昊然小朋友小学时候的同学录被抛出来了，感觉是一个想写的问题认认真真写，不想写的问题就敷衍了事的傲娇孩子呢。想想小小的昊然弟弟认认真真的写同学录的样子，感觉简直萌炸了。周杰伦的名字还写错了，小时候的昊然弟弟并不胖啊，所以绰号刘肉球是为什么？然后小学毕业照也曝光，果真是很肉球，想象不到这个小鲜肉小时候营养这么好，很是可爱。再看看现在，求问这孩子是如何长到这么高这么帅的？最好玩的是刘昊然的梦想是当亿万富翁，志向很高远啊，就按照他拍电影的这个质量还有他的这个知名度，估计不难了。来感受下刘昊然小时候的自己。刘昊然小时候叫刘源，属牛，外号叫刘肉球，电话 QQ 地址等信息都没留下，喜欢黑色，喜欢周杰伦，梦想是当亿万富翁。对此有网友疑问了，刘昊然不是10月10号生日吗？网友解答，97年的农历9月9就是公历10月10，看来昊然弟弟很诚实喽。